Seventeen 出猜15页最后一篇，在猜歌环节后半部依然笑料满满。而后在抽奖环节，成员们都写上心愿，投入福袋子里抽奖。DK 一抽就中 Seventeen 花样旅行，让成员和制作组都惊讶不已。而后竟和抽中罗 PD 孙悟空挑战，可说是把两项大奖都抽中了。而罗 PD 的舞蹈挑战过程也在收录影片中公开。只见舞蹈小队长成员 Hoshi 开启超认真的教学模式，非常有耐心，从细节开始教罗 PD 跳舞，甚至用了0.1倍速的音乐，超缓慢的示范分解动作，让粉丝们笑。0.1 倍速已经不叫做跳舞了，是在让罗 PD 复健吗？正式拍摄也是用0.3倍速音乐慢慢跳，之后靠后置加速的影片，让网友们表示虽然放慢了，但其实也不容易，罗 PD 算跳得很不错了呢。